车有很多种，我最爱的还是这一辆梅赛德斯 S 级全新款，以简驭繁，全手动操作系统，多档调节得心应手，兼具爆发力和控制力。外部 PC 材质柔韧刚硬，大气银色外形，轻盈线条勾勒动感车身曲线。四轮驱动，360度随心选，手动操控，自由掌控速度，创造人车合一的纯粹体验，纯粹驾驶乐趣。现代布艺内饰更增质朴内涵。一人驾驶费劲，双人配合更甜，可谓情侣出行绝佳秀恩爱利器。零污染，零耗油，一碗饭的热量可支撑长达3个小时的续航。每一次创新都在重新定义未来，每一次驾乘都是愉悦身心的体验。脑洞，让生活更美好。比拼车，雨花区这一带我可没输过啊！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！女人对一场聚会的重视程度，除了洗头之外，选择什么样的衣服赴约同样可以看出来。时尚的最高礼遇永远是手工高定版，迷彩面料经典不会过时。但为了突破它一贯的中性风格，这次的设计我决定采用两人平衡的穿搭理念。准确的标注裁剪的位置是打扮的关键，下手时讲究一个快准狠，全身部分紧沿直线一道剪下去一气呵成。一根腰带，索纳腰线是整套穿搭的点睛之笔。等下差点什么，把控好百侧的开叉高度，若隐若现，是高级的性感。不就喝个下午茶吗？有必要穿这么隆重吗？闺蜜聚会这么隆重的场合，居然穿这么随意。罢了，就让我独自承受艳压群芳的孤独吧。啊，我这该死，无处安放的魅力。作为一个魅力四射的美少女，我不仅拥有惊为天人的容貌，还有一手倾国倾城的厨艺。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做一杯黄桃燕麦酸奶，甄选产自盛夏的新鲜黄桃肉，由我小慧独门秘制，可谓匠心制作。低卡路里的燕麦是我的最爱，但挑剔的我只选颗粒最饱满的，然后将黄桃肉切成果粒，再把燕麦煮成熟饭，倒入120毫升近36道工序发酵而成的酸奶，让奶香与果粒燕麦充分交融，在空气中静置30分钟，让乳酸菌与氧气亲密接触，产生奇妙的微分子反应，让口感更加纯真自然。再搭配一根楼下王爱街的炸油条，那滋味。怎么还不过来上班？你看现在几点了？生活总是充满意外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啊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。三月不减肥，夏天徒伤悲。作为一个行动上的巨人，备好装备才能事半功倍。穿上轻薄透气的运动服，迈开行动第一步。A41 还会远吗？当然，晚上也不能再湿了。泳衣一定要选大牌子，设计感强，把最瘦的地方露出来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换套装备再下水，有效杜绝街边诱惑。一杯奶茶的热量不过200卡，多游30分钟就能减回来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只有在家运动才能有效避开诱惑，服装也得专业才能体现我的决心。每天4组平板支撑，马甲线还会圆吗？果然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只长胖了2公斤而已。这个裤子又紧了，是时候更新我的运动装备，去唯品会看看，好多牌子做特卖，每天都有3折封底，赶紧多囤几套。上唯品会搜索小慧，还能看到我专门给你们挑选的3折好货。啊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！一件高定礼服，每一次的机洗都是对它和设计师的侮辱，所以它来了。全手动零能耗智能洗衣助手，纯天然板材，不仅仅是省电，而是不用电。大波浪凹凸式设计，每一次手指划过都能让内心跌宕起伏。而它到底有多智能，取决于使用人的智商有多高。一档超柔洗，全靠内心洗；二档标准洗，燃烧卡路；三档超快洗，自己骗自己；四档超强洗，越洗越来气，一气就甩干，甩干就掉地，掉地就重洗。一档超柔洗，全靠内心洗；二档标准洗，燃烧卡路里。如果你有点心动了，证明我们的眼光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没有心动，证明你的智商还没有被我拉到足够低。最后致命一击，它最核心的功能，真正让万千仙女选择它的原因是：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。当我想要在美容领域有所建树时，目光所及之物都能成为我练习手法的对象，包括：姬女士，请问您需要做全身理疗吗？
好的，这就为你安排。要去除肌肤的黑头，传统的撕拉面膜会导致毛孔粗大，这招物理疗法方可根治。双腿发黄是久坐导致脂肪酸堆积形成的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热敷剔除法，搭配侧擦掌法促进精油吸收。此法虽接触面积小，但是发热速度快，加速药入肌理，汗疹能够排解毒素，而且只要时间把控得好，体香还会散发出来。这世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男女人。女士，您一共消费了2398元，付不起没关系，我很好说话的啊。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美丽啊。